Thank you.
Thank you.
现实上而且培养了很多很多长颈鹿，我们就没有停止过。当然在非常安全的情况下，就像今天晚上音乐会的标题一样，苏州好风光，在这种努力的地方我们收获了很安全，非常开心。非常感谢每一位在这个疫情期间的这个努力的站起来自己的岗位上，并且做好自己的防卫工作，以保护别人、保护自己、保护家人，非常好。那么苏州民族馆每天下午四点半的时候开了2021年的盛世2021年的这个季末发布会、月季发布会。那么关注苏州民族馆的朋友都知道，我们将在9月份就是说新月节前面，到时候也希望能看到大家。由于疫情原因，我们已经做了3期的这个票，所以现在非常可惜，这么好的音乐会只能很少能听到。好在我们今天是网络直播，所以今天有很多人在线观看我们的直播。那么今天呢，音乐会非常特别，因为有两个组合。当我们拿到组合的时候，拿到排练的时候，其实排得很辛苦，因为作曲家的想法，因为两位组曲家都到了苏州来，有很好的采风，而且跟我们有很好的沟通，在非常的这个准备的这个非常充分的情况下，了解了苏州的一些元素的情况下，然后他们开始创作。因为作曲家的工作也非常忙，到处跑，他们也是。今天呢，很遗憾，两位组曲家都来到现场，因为还在美国，因为疫情的原因。李明阳先生是这个5月春秋的，大家听出来应该就像给我们叙述故事一样，一个新作品的诞生其实是很艰难，因为要得到一个很多的人的认可的话，还需要一段时间。我们毕竟是一个新的作品，所以我们现在朝着下一步呢，就是要跟两位作曲家沟通，然后进行一些就是说对我们的演奏是否还有没有诠释的很好的地方，然后还是也可能他们听出来的演奏自己也会感受到有一些东西就可以。所以我觉得演新作品最好的就是我们能够同步和作曲家沟通是非常好的。那么另外一个就是郭文景老师现在今天晚上应该也在线，两位作曲家今天都会在现场来观看。那么这两种作品又是为我们苏州这个，或者是我们江苏又带来了继干将莫邪、这个四季流年，然后烟雨枫桥啊，今天的这个五月春秋就是写烟雨枫桥的作曲家。那我们听到苏州好风光和苏州变奏曲就是写就是刘昌敏先生是我们写的那个苏州的交响，都是我们的作品，我觉得特别好，而且我们每一次的作品大家都很喜欢，不但是苏州江苏喜欢，而且全国人民都很喜欢，其他的乐团也很喜欢，所以我觉得这就是非常好的一种作品，就是能够让大家喜欢。今天呢也特别特别的开心，我在没有征求这个作曲家的同意的时候，非常不容易，我终于来见到今天现场韩建林老师，也即将为我们写一首非常棒的作品，现在我暂时还不能公布。好，韩建林老师坐在这里，欢迎。在一起，我们在一起。